这个是一个网络吼，人传了我的，啊，伊咧测验我。啊，讲为虾米我会使甲你的迄个心内白吼，甲你抽走？啊，那遮尼虚机，啊，大概是用虾米撇布，还是骗术，还是谋术吼？哦，咱等坐下了后，我再来讲，因为吼、哦、有错过的，才可惜的。啊，无你网络嘛会使，会使看吼。咱即摆拢会铺上网。好、哦，啊，无咱开始来讲吼、哦。来，咱目睭好啊，甲即个查甫囡仔看一下，查甫囡仔看一下，伊叫你家己看一下，你要甲看一下。来，你即摆吼。做一个测验，你把你的心来摆，唱啊你的心来，来每一个拢爱唱哦。来，你爱多一个，多一个拢唱啊好。我卖甲恁别个人讲，嘛卖甲我讲，我先甲你的牌抽走。来，你看好清楚。来，啊拢来啊吼，学员拢来啊吼。来，这总共有六个牌，六个牌，来心目中挑一个。然后不要告诉别人，你先不要打破，你知道答案不要跟我讲，先不要跟我讲，嘿，你别讲，别跟我讲，你的牌别跟我讲，啊，大家看过的人嘛，先不要拆穿吼，因为这就趣味的啦。来，好未？选好未？啊？选好啊吼，好来，来，再甲看一下，有缘投无？那看会出来，伊这个目看袂出来，唔知有缘投无？来来来。好，来来，来过来看，收看嘛，你甲带倒一个牌，有袂记哩无？啊，你的牌有无去无？为啥会无去？你是卖讲，是卖讲，来，啊，你甲带迄个人讲啥？你甲带讲啥？牌无共吼，安那无共？答对了，安尼即个先生吼，你正常。正经有看过啊！我甲大家讲，我正经拢无看过，我就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头脑是可灵的，你不受这个牌迷惑。你看嘛，这个你看这个七对不对？它是心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不是啊。这个啊，那这在讲什么？这叫做移花接木，巧妙之中模棱两可，移花接木。你头脑啊，这可灵的，可灵，你知影意思不？啊，这轻的。你卖模糊掉了，人叫你给你仔细看牌。我刚刚不是叫你仔细看牌吗？你有用功仔细看过吗？还说我只选一个，然后我晃一晃，等你下一次再搞什么鬼？好，人家这只牌子不一样啊，啊牌子不一样，当然你那一个一定会被抓走啊，对不？人家传给我的时候，我马上就是破给他破功了。我这第一次我就把他破功，你的心啊就精哎，你每一天去卖在给你报下，你看嘛，你的神师讲的对嘛？你六张牌拢甲你拆开嘛，啊，安插迄个无同款的牌嘛，啊，就是迄个数字是同款的嘛。啊，请问咱即卖媒体是毋是安尼？你看，似是而非。哦，伊迄个报道的那个人哦，嘴甲全破，搁讲有诶无诶，真诶甲假咧，啊，事实咧，我都让讲啊，拆破遮侪真面目。人讲，只要利用一个算术、魔术拢好啦，因为我的娱乐而已嘛。但是用来骗人哦，哦，就来扛些这个刑法责任哦。啊，你讲媒体讲，伊讲言论自由，但是我感觉伊在传播迄个不安的讯息，甲台湾这个社会弄乱，这种人爱哪鞭刑，对不起啊，鞭刑，鞭刑一个鸟，啊鞭偌济，咱来算嘛。好，你拍一个，你就哇，我知影，哇严重嘞。你看，你因为无拍过啊，你啊脚掌啊拱一个老灰，我看，拢插插老，我看你搁敢乌白波未？啊，你讲有人讲我当台湾台死人，我未死呢。啊，我当台湾散播一个谣言，哎，我嘛未死呢。啊，死拢死别人嘞。那我讲哦，伊波拉嘛，昨昏最新消息讲，
哎，伊波拉吼疑似哦，有一个去什么奈吉利亚吃什么蝙蝠餐，人结果人今仔日讲报告讲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出境啊，我也没有去奈吉利亚，没有出境的记录啊，我哪来的什么蝙蝠餐啊，什么奈吉利亚？哎，媒体怎么可以这样乱报瞎掰呢？看媒台湾的媒体这么可恶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一报下去，台湾你说台湾人的心里怎么想？哇，惨啊，咱台湾有一个啊。啊！伊去过所在，哇！我拢甲目过，我去接触着，哦，我惊到要死。台湾，我甲你讲，台湾人哦，伊个头脑也无可能哦，干净。你人哦，硬出来你就惊死啊！你就死伫遐，啊，都无物件，啊，硬出来你就死去啊！你知影我意思无？伊人都还袂出来哦，你摸着啊，你硬出来你就死伫遐。欸，我昨嘛是听讲，哇！伊波拉当昨，咱台湾有伊波拉病毒啊，惨惨啊惨啊！欸，我冇惊一个呢。所以我也是医护人员呢，啊，我们病院嘛，就准备要，哎，可能会有一些个案哦，因为拢什么迄个动线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因为我嘛就惊有诶呢，大家拢惊叫我喂着呢，迄阵 SARS 嘛惊叫我喂着，哇，我都穿一件规个密闭，我袂穿规，踮要翘起，迄 N95规个，较早 N95是规拢脱掉诶，麻麻麻，我袂穿规。哦，我感觉讲哦，这个媒体是太可恶了，伊乌白放上乌白报吼，你就造成台湾人的恐慌啊！啊，台湾人就叫好惯的嘛，好怕死嘛，我用媒体把你这台湾消灭了，免用子弹啊，现在布局什么一千颗子弹，你吓一日就死去啊！你来看，以前。media 内面安尼，这个人在抬伊，啊，实际是伊在抬伊。A 杀 B， 你媒体是不是这样报？结果是 B 杀 A。拜托诶，头脑可灵一个，媒体在报道吼，拜托，跳出他在那边乱报，影像立马就判断一个。伊啦，这个嘛叫趣味，这漫画，我今仔个把他抓下来，我感觉伊嘛叫趣味。这个人啦、啊，把这个人，哎，这个给当作上帝，伊要求讲啊，我给你一个愿望啦。啊，讲伊讲哦哦，好啦，现在讲一个辅导啦。啊，辅导发生啊，没有啦，讲辅导不要真的哦，外泄对不？我讲这困难，我讲啊，台湾媒体嘞，哦，你给在讲什么？这个人我来讲啦，人讲算这个台湾人啊，伊家己都无头脑，都无清啊，伊要去妄望这个媒体，妄望这个恐龙要创啥？因为伊嘛无证，两个人无证，啊，你心术不正啊，拢没头脑不可令嘛。台湾人自己脑袋也不清嘛，伊嘛是乌暗的嘛。啊，你要妄望讲这个媒体，伊也要外清，你要妄望伊啥？伊本来就是恐龙啊，啊，这本来就规个体质就是有问题啊，这就是要甲消灭。啊，就是咱靠咱台湾民政府媒体要管制。你没有专业的人，你凭什么可以报这个？好，你给我乱报，你这个，我不讲不要做记大过了，根本要给你停业，太过分了。这伊波拉病毒这种小型的，在欧北讲，对不？我才愤慨呢，因为我是医护人员呢。你根本就把这动作跟他讲，哦，我凊彩放屁一个，屁放的散开都无啊。你要很谨慎，你是专业人士哎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今天知伊，我嘛感觉这个真趣味。咱知影是311嘛，知影嘛吼，迄个福岛啊，是大海啸啊，造成福岛那几个核电厂外泄。啊，我来甲看嘛，哇，因为美国跟迄个日本是同盟嘛，美日安保条约，哦，你派这嘴人哎。欸，虽然中国跟日本也没说很好，人家派十个人，这个韩国那一个都没啊，有深仇大恨吗？人家过来看台湾28个人也算多哦，人家看国旗，欸，怎么没中华民国的国旗？一个红子呢？这是媒体的良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根本没，啊，中华民国不存在，我就说怕你的国旗要创啥？欸，我觉得我本来看，欸，就只是统计数字，后来就看欸，蛮有趣的嘞。当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你觉得有趣哈，就表示你脑筋在动了。你会发现很多东西，人家的精神在里面。啊，
你这个中华民国没有的东西，卡通吗？我有趣味哦，所以你阿摆吼看了媒体吼，哎，你就把它看看笑一笑，安尼你就看开始在算，它哪边是假的，然后一个列出来，一个列出来，哎，可以写成报告哦。像今天那个昨天的一波拉，你就可以写成报告，它第一点哪边不对，第二点哪边不对，第三边哪边不对，哎，你的专业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很有趣的东西了哈。当我们要来了解中国人，啊，为什么要了解？因为我们生长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体，这种视同中国人，应该说，他在1946年的时候，把台湾人没有经过台湾人的同意，就很快速把台湾的人当作，就是把它变更成那个中华民国的国籍，都蒙蒙蒙当台湾人哦。啊，人迄日本是迄个皇民化是有无咱台湾人哦，互你两年的思考哦。啊，倒一个尊重你，倒一个无尊重你，你就知影。都等我慢慢仔讲。好，咱来了解中国人，因为咱计有差不多差不多啊啦，70年有没有？我想要来讲这个乌沙库跟希腊字吼，这是外来语啦，所以这是片假名。咱来讲这個，这个是迄个小名目善行啦，吼，在咱迄个去年啊，今年三月高级班，就是这个高级班又讲啦，这个天照大神吼，在因的迄个日本因的迄个传说的故事里面吼，因这个是迄个天皇的祖先，因过来过一个迄个年代落来，啊，神武迄个天皇就是第一位天皇，啊，这因的祖先，伊天照大神吼是迄个日本吼。玩意我那个创始神当中的第三，就是三个柜子里面的一个柜子，吼，就叫也名叫做天照大神，伊负责一个日本一个所在在管理台湾。啊，那这个大国主吼，就是讲伊是建国日本建国之主，吼，伊就问伊啦，伊讲你吼，我你是有是哈库，我统治我的人民是希腊字。下面到有是哈库跟希腊字，这希腊字有是哈库，希腊字就是讲，我告知你，我教育你，我让你了解，我爱护你，我让你明了事理。然后这个有是哈库是讲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我要甲你安那创治，要甲你抬，要甲你挂，我欢喜，你是我富有物。天皇怎么统治嘛？一定有政务官嘛？他一定是爱，他会任命他的政务官，是珍惜他的人，他是一个人才，也爱惜这个人才，派他去爱惜他的皇民，我的人民，我派你，我相信你。台湾民政府派你们政务官去管理台湾，台湾民政府爱惜你们的人才，请你们也爱惜这样的先进，去爱惜那么台湾人民。同样，这个值得学习的。他教育人民，有教育他们有思想，让因知影属力，开放因唔知的部分，不会蒙蔽他，也不希望说，哎，你都戆戆啊，就好啊啦。啊，那中国人安来看，伊这个民力吼，因那象形字就奇怪，民力吼，就只个这个目睭仁哦，甲多破。哎，青眉，看无，唔是正经青眉，是你脑筋脑残。然后跟扯眉，你看嘛，私有物是我的，我是皇帝，你听我的，你无听我的，好，抬头，猪脚猪，唔是拢安尼，啊，一挂人民唔是气甲要死，好甲兵啊打，兵倒对不？兵倒伊做皇帝了后呢，伊嘛安尼做，安尼历代拢安尼循环，因中国人的历史唔是安尼。大家读过中国历史吗？看一看，是不是都这样？啊，这个图大家会不会看？来，看日本这个红色这个，他们的日本天皇的制度有哪一次被推翻？他们是一系万代，两三千年的历史，天皇的制度始终如一。但你看其他朝代。你看，拢变来变去。那你先来看中国嘛？中国甲讲什么元朝甲清朝嘛是呢？
哎，臭死人哎，人家你国家灭掉，你还把他尊称他，你是他的朝代，人家蒙古人有多看不起中国？我伟大的成吉思汗把你们中国灭了，还杀了八百多万的人，其中把你们汉人灭绝了，结果你在歌颂我说我是你们的朝代，你们很欢欣鼓舞，欢欣鼓舞人家把你灭掉。啊，这个大清帝国，你们是那个满族女真族嘛？人家也把你灭掉，你也说人家是你的朝代。整个历史来看，应该是说大明帝国分出去，从蒙古帝国分出去了，不是说、欸、你唐朝是我的朝，中国的朝代。人家是用世界的眼光在看整个历史，那、啊、你中国人说这是他的朝代，那、啊、朝代又怎么样？你还不是被灭了？你看灭来灭去嘛，他们都是这样嘛，而且中华民国被灭掉了，他们还借尸还魂呢，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啊你们那北扯起来，啊你头脑有清楚不？我讲他嘴里头脑有清楚不？阿、啊、妹来讲，中国的智慧跟智慧哦，吼，我打个问号，西方真的人家有逻辑，人家就事论事，法治就是法治，啊你我高兴人治，这艺术节的贡献。你说、欸、我要管理我的政务官或是管理我的国家，我用网络来监视监控就好了。你说一个国家用网络来监控、啊、你现在靠感觉好就好，靠感觉不好就好了、啊、你贪污一大堆、啊、国家 就这样治理吗？贪、啊、污的事情不用，现在习近平 在反贪污嘛、啊、你要说靠网络来治理、啊、你贪污怎么打击？你看你自己感觉，看、欸、你有在做、啊、这就是骗吃骗喝嘛，好啊！你这要讲什么？这个问题吼，是讲吼，伊讲东印度公司啦，卖地给美国人啦，啊，品质吼比荷兰地较好，但是伊吼，干介绍荷兰的一半尔，就是讲伊卖迄个地吼，迄、那个介绍较低，啊，人迄荷兰茶介绍较悬，讲好啊好啊，我著买东印度的较俗啊，哎、欸，拢同款的，毋是拢地，毋是同款，哎，敢有同款？人迄荷兰茶、甲美国茶、甲东印度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卖茶，敢有共款？共款都无共师傅啊，茶卖遮侪种的嘛，啊，佮伊土地种的，啊，人种的品质嘛。啊，你若讲哦好一半一半，但是你有想讲，你甲你抽水，迄东印度公司，甲恁这个中国迄阵的大清帝国，算讲是，毋是讲介好的国家吼，好像敌国嘛吼，因为租界嘛，毋是讲啥物八国联军对吧？啊，我你买你这个东印度公司的地，啊，点到水，让恁进东印度公司谈。哎、欸，你概念有一点，你怎样说不？我过来支持你们英国的公司里面啊，再借由英国再来压榨大清帝国。这个道理你不觉得很奇怪哦？我过去咱就买好的地，你买一个人迄种傲骨的，唔系讲傲骨的地啦，可能天平也袂讲歹啦，但是讲你买人的介绍，虽然人的一半。但是你替迄个公司纳税，互迄个公司旺盛嘛？啊，个人个伊个公司税一定互迄英国人，英国人个有钱过来拍恁中国。啊，这逻辑大家知影无？因中国人讲，嗯，我着俗个买就好，我着差别啥物？没，完全就是说靠自己的感觉，靠自己的高兴啊，靠现实的利益。啊，人迄外国人是拢逻辑个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我着买。恁东印度的地了，我税交恁，你搁过来拍我，我才无爱买哩。我另外较贵的，我甲我这个较好的荷兰，这个出的地是好的迄个同盟的国家了。准来讲，我另外好去谈，那伊对我无威胁。咱就逻辑思考，恁中国人到底一个想啥？吼、哦，来，这个是迄个做这个丑陋中国人的伯阳讲的话啦。伊讲啥物话啦？伊讲因的文化啦，因中国文化是无害因的人民有思考的啦。啊，你有思考，你搞我迄个子孙，我甲因有斗，你起义嘛，啊，攻打我的王朝嘛，啊，你佫变成你做王，我哪无可能互你变巧？都用甚物？甲你笼络的啦，甲你收为己有啦，啊，无就甲你教，甲你洗脑啦，啊，无就甲你讲啊，有迄个甚物宗教啦。啊！给你钳制你的想法，你也做安怎了？君不君啊，臣不臣啊，乱七八糟，你就别再烦我安尼啦。要忠于君主安尼啦。啊，讲安尼，搞你惊到讲哦，我都不敢去推翻你安尼，我不敢有新的思想安尼。就是中国酱缸的文化，就是在这个死的潭里面在求生存嘛。
伊讲中国文化就是一个过滤性，大家拢感染的，啊，拢干嘛讲这感染是理所当然的、哦？啊，大家有想无？你要在这个死的这个中国的酱缸这个潭水，让台湾继续过生活吗？想看麦来。来，请大家反省一下，你有没有这几项？是中国的酱缸文化。过来看一下图，他眼里、脑筋里面就是这样了，他对人家也是这样子嘛。我干嘛这个图哦？我给他解释这样，他蛮有趣的。都当你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，批评这个人的时阵，甲错甲叫，但是你有想讲你家己嘞？你影嘛是伫遐。你讲你乱丢垃圾，请问你有乱丢过无？我嘛，我甲多讲迄阿伯啊，随便大小便，我嘛爱检讨我有随便大小便，我当去共加分对无？啊，你家己嘛到处乱大小便，你敢不敢去共加分？你自己要行得正嘛，你才有种去管，你才有立场去管别人嘛，是不是？我安尼讲有对无？有赞成的就拍水手好不好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我嘛一直检讨家己啊。有当时啊，红绿灯快要过安尼，但是我即马赶要去上班，要安怎？我爱闯红灯无？我即侪间拢要闯红灯的呢。我嘛就讲，边个人拢理所当然就红灯就走了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家都理所当然的，差不多也无车。但是我心里在煎熬呢，我也是在这个酱缸文化告诉我自己，啊，都无啦，无车，为什么我袂当过？但是我真的忍了我的泪水，我就在那边等绿灯。告诉你，你会觉得说，大家都这样走，我应该这样走、哦、但是我不这样走，我就等绿灯走。其实我为什么要忍着泪水？其实人家国外是理所当然啊，都是不是啊？啊，都是红灯你都不可以走啊。人家说啊，德国啊，三更半夜有人在等红绿灯的，就只有德国人。人家在夜阑人静没人的时候，他也在等红绿灯呢。你做会到的？啊，这是上人教育嘞。咱较早日本人甲咱教育是吼，意思不够，意思不够是啥？对人有礼貌，袂使后壁讲小过。啊，才老老实实做代志。人个长官来甲阮教训的，阮拢来教做，乖乖乖。啊，即卖为虾米嘞？大家那理所当然。我唔知要安怎讲吼，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啦，因为我家己也做不好去讲讲吼，嘛才更小的对不？我即卖大家一个。欢性一下，伊讲什么达人啊，其实拢是投机取巧啦，啊，毋是胖达人哦，遮厉害，做胖遮厉害哦。结果内面掺啥物件？头痛台湾人的物件哦，大家嚼死翘翘。唉，哦，我刚刚讲叹气尔，来检讨一下，吼、哦，刚检讨一下吼、哦，就中国的思想甲教育就是安尼嘛，你无听话的人，我拢甲你抬抬掉啦。把咱台湾人的精英拢抬了了，因中国人同我一挂，迄阵叫外省人嘛，啊，咱即马拢爱叫伊中国人，啊，通敌咱台湾人。好、哦，我啦，我家己个人提供啦，因的想法变安那，中国人变安那走出自己的路吼、哦，虽然跟我无关系，但是因为咱旁边有一个大流氓，那么我们未来日苏美战嘛，是要跟这个流氓啦，嘛要和平相处。让希望他们自己值得改变，我们不能说他坏，然后就把他，那不是中国人嘛，那嘛不是中国思想嘛。虽然讲一个人可能有仇，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仇人不好嘛。他仇人越仇越坏，那对我们越不利呀、啊。那假如说我们不把他当做仇人，来帮助他们民主化，或是帮助他们振作起来，对咱是好处呢，对不？我们还有几个核心价值，咱还想好，吼、哦，你看这法轮功嘛，这请你知不？这就是那时候什么薄熙来，人家捆人嘛，做那个人体，这个内脏无，这个、农场给你摘取，然后不要台湾，不要世界各国，让台湾绝对有人帮凶。所以台湾人真的在这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什么金钟罩里面哦，不会永不超生。你看强摘法轮功，还有他们一些犯罪的人。好一些他们 看不爽的人，强摘的意思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强摘？就是不会给你打麻药，
直接就把你呕出来啊！啊，你怎样意思不？那个是多么没有人道啊！你想到觉得都哦，基本上鸡皮疙瘩呢。所以中国这个政权啊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可怕？哦，你还想要跟他统一吗？你还想要变成说哦，我变成跟他一样的程度吗？他们只是一个人民想要争取他们的权利，然后争取不到，集体在他们的什么哪里去自杀了，一起喝农药死，哎，一死就死了12个人。那我们台湾人去总统府抗个议，哎，有效，哎，哎，很胆子很大，有时候还无限上纲嘛，人民嘛，人民有时候太猖狂了。好，我们不想这个，他们连这个能力，他们连这个权利都没有，我集体喝农药自杀有什么用？人活着还是有用的，你死了什么都没用，所以留下一条命哦，促进他们中国的改革还更重要。他们集体自杀呢，你看哦，这种，你看哦，哇哇跳跳哦，然后一起喝农药，然后吸呀呀吸几百，十二个人勇敢的，我在那中国我不要勇敢的，我在笑我个命。啊，这可怜的，你甲看嘛，因为1945年。国共内战来死偌济人，这是官方统计哦。我可是我咧讲哦，啊那迄台桌以下拢唔知影几个人，伊是即马是讲6879万嘛，不止，看死了多少人，即马中国人的钱，生命无值钱呢，咱台湾人生命较值钱对无？啊，好好爱护自己，好、哦、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，然后对台湾有帮忙。我希望中国人也幸福啊！我希望敌人幸福嘛。嗯，成人之美，其实是这个政权，中国政权，他我就是为政不仁，因军队为政不仁，他们人民是无辜的，他们人民是被洗脑的。我说的是人民哦，我可没有说中国政权要幸福哦，人民哦。啊，怎样？你就去检讨嘛。那、啊、有没有优质的教育？那有没有人性化的政策嘛？你要有法治嘛？你要纲常道德嘛？一个开明的政体嘛？这个是我提供给中国人民，他们希望他们中国政府变好的方法了哈。那来讲这些东西，因为招揽哈一个骗术，他们有钱了，然后就招摇撞骗，这个也是一个集团来几个 Q 几个来做拍卖机，好，大家经得起诱惑吗？诈骗的东西，来，那帮我大概看一下好不好？8分钟看不完，我们就可以稍微停在某一段哦。大家考验一下自己有没有贪婪的心，看这个影片很触鼻，来考验一下自己。在台湾民政府以后执政是绝对不贪污的，你不能够经得起诱惑，你也要小心别人会加害你，自己都要注意。看起来这个外表，这个头啊，哦，这么温顺的，这古锥的，嘿，我才想要给抱回去，感觉厝会青吼，是一般人拢安尼吼，但是外表的物件，吼，爱注意一下。这个噪音就是说，啊，我来做一个皮革啦，吼，一箱就要怎安怎啊？你有没有贪婪之心？你测验一下自己有没有？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动画，是哈，英国动画师，他也借着这个给小朋友看。那除了说道德教育之外，还要学生字，这样学单字啊。记得拖把工人教好起来哦，来，吼，要求我，你这囡仔那只熊吼，哎，那着急嘞，一个人出来嘞，一个是魔鬼，因为这两个囡仔有在观察这个魔鬼哦。哎，那魔法怎么把那个羽毛变作什么 diamond 呢？钻石呢？哎呀，敢跳的人在想啊哦。
你有敢哦？你敢会比这个魔鬼更加坚强？你敢会拼会去魔鬼？来，咱看卖。这魔鬼只爱食这个甜的物件吼，啊，拢会迄个蠓仔，拢会来这么也要寻一个要，吼，爱就要甲蠓仔飞走，无甲蠓仔，还是讲迄个，哦，主要是迄个蠓仔，啊，甲变一个变黄金嘛，因为咧想孝顺啊。鸟啊，甲食落去啊！伊要甲这个食鸟啊吼，抬去。去过，人咧追逐啊！伊要甲抓起来啦！结果伊那有在拼赢伊。开始要用这個好食的这个。果酱吼、要甲成，讲我抓你袂着，用这甲你成。啦，苍蝇啦，一个落个缩过来，对不？啊！伊就甲食个物件吼，变做遮侪迄个遮珍贵物件嘛。你看迄个恶魔吼，遮侪虎形蠓啊、黄蜂拢过来嘛。啊！伊通好互伊变物件出来嘛。啊！伊就得到遮珍贵个物件吼，啥物墨水啦，吼，啊，搁迄个钻石啦，啊，搁遮水羽毛吼。你敢痛敢吼？伊个贪婪就出来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一个变一个转角，啊，这么傲，哎呦！请问一下，这会不会诱惑你的贪婪？这个是贪的，这太离谱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体系的这个政权，流亡中华民国的政权，你想不到的贪呐、啊。江华义诶，就伊慢慢咧贪啊侪钱啊。应该是吃了啊，伊搁要化要吃，啊拢空空的安怎？伊甲这羽毛啊、珍贵的物件摕去卖啊，嗯，啊甲这个魔鬼吼、甲刷内面卖走嘛，就要去变卖啦，物件去变卖，啊搁来买较侪迄个果酱。哎、欸，这无欢喜，那魔鬼，安尼搞我收我吃，好，搞我记。这气的，气到要死。你想讲啊，我要安怎出去安尼？
讲因迄摕过来，价值偌济，使买偌济，迄个果酱回去。那魔鬼就不会送诶，就无欢喜啊！以前拢是一边的假象啊。我赚的物件，那拢变无去啊！结果吼，你赚偌济，就是你赚的物件，把你腐蚀掉了。你莫讲你赚的物件，永远沉石沉大海，那个真相拢会无去。No， 你只要有一点贪念，这个贪，这个刻痕，永远跟着你跑，他继续再去诱惑下一群人。来，这有没有考验到你们的想、你们的心呢？我们结束哈，所以哈，我讲到这个占卜哦，不如恁来看一下影片，恁会较清楚对无哈？好，即马进入到第五个部分哈，咱即马来讲，咱经过了这些考验了，啊，你要去管你这个流氓体制，你要安怎管？哈，这我嘛是有大概一个概念哈，咱是要来讲。咱即马伫台湾，即、這个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是啥物？我刚才有讲新台湾论嘛？来，为你台开始发生啥物代志？咱为啥物甲朝鲜有关系咧？咱台湾敢有朝鲜有关系？哦，安尼我大概讲一下吼，因为已经时间要到啊啦，吼，够偌侪时间？哦。我甲你讲，咱就是伫小比节嘛，因为无时间讲第五个吼。我那是讲阿伯阿伯，甲大家若讲会使当网络再来看吼。这就是下关调约吼，咱台湾就是嘿，因为这个下关调约，大清帝国割让给迄个咱迄个日本天皇吼。哎，大家先看一下，然后皇民化，然后明治实行明治宪法，咱就是黄土啊，吼，永久不可分割。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嘛，哈啊！美国是因为美日太平洋战争，然后签署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那这个哈里面有一个2B、4B 跟23A， 请大家回去看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我就亮给大家看哈。那我们希望有人性化的政策，那要记得我们的真理、日俗美战、专业，打个回去好好加强自己的专业。还、要清廉，吼、这是良性教导。良性教导是你进步，我进步，大家拢进步，吼、今年只可惜无时间，搁大家讲啊，吼、咱袂使像中国安尼，做人敢若衣食父母，掌握生杀大权，那么是迄个纳税人的钱给我们当薪水，我们当然要付出，吼、这我后摆来讲，后一次同我讲啦，吼、这伫台北州吼，伫迄个网络内面，大家来点来看，吼、咱要安那建立一个团队，吼、啊，科批新政，他是素人啊，我们也是素人啊，我们看他怎么做，里面多少了解，多少有多少的进步哈。阿伯，要讲嘛哈？好，那我们就结束。真的不好意思，第五个单元没讲到。各位同心、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张老师哈。我们下课休息哈，餐厅用餐，好，餐厅用餐啊，慢慢从。第二教室来上课，好，慢慢从外面绕过去，好，再麻烦一下，谢谢。